挑战免费喝啤酒和吃烤五仔鱼。位于民生路的深夜食堂餐点选择性丰富，有新鲜的生鱼片、现点现做的串烤、冻饭及关东煮等料理。最新推出盛夏酷暑啤酒旋风挑战，挑战一，八秒喝一瓶啤酒不用钱。挑战二，就是喝五秒不用钱。如果说最后挑战三，三秒喝完之后呢，就是啤酒免费还有送一个五仔鱼的烧烤哦。来测试一下，到底直接吹旋瓶子比较快，还是旋杯子比较快？来啊！哇，来我们来检查一下，还有三分之一，太弱了。挑战一，挑战二，我不赢了。八秒跟五秒，那我现在挑战最后就是三秒，看会不会让大家可以吃五仔鱼。但是呢，我就是要先到，还是要告诉大家说，就是要用杯子，用杯子才可以喝得快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零点五秒，差一点点啊！我应该是下期的做菜了。推荐几道热门菜色给大家参考，不管是大小朋友都能吃得很满足，快跟三五好友来挑战吧！店家资讯在这里。